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久负盛名的江南水乡，浙江乌镇。新变革。 创造了人类生活的新空间。乌镇的网络化、智慧化，是传统和现代人文和科技融合发展的生动的写照，是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，也生动地体现了 全球互联网共享发展的这个理念。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，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、工业革命、信息革命，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深刻的影响。